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很好吃的意大利面，就是要用番茄酱的，叫 Amatriciana。当然，这个是我自己家做的面，所以哦，可能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到一大堆。哦，这个不是那个原本的一个 recipe 这个样子了。可能不是原本的 recipe， 是我妈妈做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妈妈做的，我觉得好吃，我就觉得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吃的菜。好，所以我们需要的材料其实很简单，最主要的材料是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有点特别的，可能也不容易找到。这个是猪的这个。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猪的这个部分。如果没有了，因为我知道不容易找到，你用一般的那个 bacon， 或者用一般的那个 bacon， 对，其实或者盐的 bacon 也好了。如果你要用那个德国的那个 spec， 德国的那个腿，的那个腿肉也可以了，已经腌好了，这个都可以了，就是看看你能做什么就做什么。需要后来一个洋葱，我已经在这边切好了，就是切大概是有这个也要看里面的，有人喜欢就是吃的时候有那个啊有一点洋葱的那个感觉，我比方说我很喜欢，所以我切的比较粗一点啊。好，你们不喜欢就是切的细一点也可以的。后来番茄就是我这边有这个已经磨好的那个番茄酱跟一个新鲜的番茄。后来当然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这个橄榄油。好了，那就我们开始。对了，我们开始行，就是你们记得好的橄榄油就是放一点点，谢谢多能你帮忙，就是可能这样子我放的哦，看起来很多，可能是两个或者三个汤匙，两个三个汤匙。后来当然要等一下，要等这个油变热了。OK， 现在这个对，看到吗？这个已经很热，这个油已经很热，所以我把那个 bacon。当然不是，这个不是，我已经有跟你讲了，这个不是 bacon， 但是你可以用 bacon 也没有问题。那就对，这样子放好了。后来要让它煮了，就是让它把它自己的这边的肥肉，那个肺就是要慢慢的融化了，变成油。现在放柠檬 ，better。后来我跟你们讲另外一个秘密，意大利菜的秘密。意大利菜跟中国菜的差异在哪里？时间。如果时间很长啊，就你可以做意大利菜，如果时间不长，就是就中国菜好了，因为意大利菜需要时间，因为那些味道需要慢慢的就是融合在一起，不可以做太快了。就是可以，当然是可以做太快了，后来不好吃，那就没人想吃。这也是觉得吧，还是多花一点。对的。对不对，多牛？多花一点时间。对。对的，我也觉得。好。这个肥肉已经开始融化了啊，就是实行到这个样子了。我们做什么？我们把那个洋葱直接放进去。 OK， 我们把洋葱直接放进去。这样子来，我们这样子，就是让它慢慢的煮，慢慢的画它的颜色。现在我有把那个 tomato， 你有看到？我们四个人，我放了一个，也可以放两个、三个都可以。这个
无所谓吧。看一下大小。嘿，我就是有这样子，哎，这个大小大概是这样子的，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大一点、小一点也其实也无所谓，反正你看，要放在锅子里面，后来有人让它一段时间就是煮一煮，有人让它就是煮一煮一段时间，所以你放那个番茄之后，可能火放在大一点，后来等，就是让它。让它的那个番茄就是把它自己的水就是放出去。对了。Okay, 现在我们在这边有什么？你看，那个番茄已经有把它的水有它里面的那个内容，你看那么红的，就是开始慢慢放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现在下一个 step 就是这个。你们记得我们把我们的番茄酱直接全部放这边 OK 可能火也要放现在大一点因为一直要让这些东西就是开所以我们再等一下为了帮助一下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我们有放新鲜的番茄也放了一个那个 tomato 后来你们看放这个是糖放一点点不要太多了这个就是会帮助把那个番茄本身的那个酸的部分的那个味道就是没有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点盐一般的话盐我还是等一下加因为本身那个 bacon 有一点咸的本身那个有一点咸的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我们要喜欢多咸的所以这个是最后一个我们加一点盐这个筷子或者一个那个木头的那个坛子就是这样子这样子那个本身的水慢慢就是发出去了那个水发出去了后来那个番茄酱变成越来越浓了开始你看现在我们在哪里那个 sauce 其实在哇做得很好做得很好快好了但是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有那个 pasta 还有两三次这个 sauce 意大利文叫 sugo 一个秘密就是这个 sugo 越足越好吃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有的时候要这样子就是做这个动作搅一搅就是不要那个 sauce 贴在那个锅子的下面但是你做这个之后就继续煮我们再把这个放在这边 OK 在这个时间我们要开始可以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尝看看后来看看那个盐有没有够了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加任何的盐你们记得其实对我来说已经可以了因为那个 bacon 那个肉本身就是有一点咸的有一点辣我们有加一点糖有把那个蒜的味道就是弄没了后来当然也有把那个盐的那个咸的那个感觉就是提高一点所以我现在我放的是真的是你看一点点对我来说后来当然每一个人要看他自己的口味是怎么样如果你比较喜欢口味比较重比较喜欢鲜的就是加一点盐可以加多一点辣椒可以加我不知道
没有，只能加盐跟辣椒，就不要乱加其他的东西。好了，那就 go ahead。后来，我们有我们的 sauce， 有我们的面，我拿一点点 sauce 放在锅子里面。哎，你看那个锅子，那个火其实是很热的。哎，那个 sauce， 因为现在我的老婆来，就是来不及要出去了，要先吃饭，要不然的话可以再煮很久，这个可以让它煮四十到一个小时。所以你看，这个是我们的 matriciana。如果喜欢，我建议加一点。这个是 parmigiano， 不是 parmesan cheese 那个绿色的那个东西，那个是超级超级难吃呢。你们去一个店，就是买一个 parmigiano， 后来你看，直接丢在面里面。如果喜欢，不喜欢就也不用加了。这个也当然也不用说，对，全部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面。这个是我们的面。后来等一下，我们拿一个盘子。我说，我看你笑的好不好吃？这个就是我们的面。我们有我们的特别的 assistant， 我们的助理 Antonio。Antonio， 你吃一个，先吹一下，要不然的话你会弹掉了。后来你妈妈回答我，有没有好吃？爸爸煮的 number。好了，所以现在你来我尝尝看，好吃，好吃。我感谢你们看这个 video， 如果 video 喜欢，在 YouTube 放一个 like， 放我喜欢或者留言，我很喜欢看。后来你们留言的那些事情啊，那个样子有问题就不要，当然也不用说，就是直接问，我很开心回答。好了，感谢你们，感谢我的观众，感谢我的小孩子，感谢 Amy。现在 Amy 走了，但是 No， Amy 在那边。对， Amy 在这边，等一下她也有的分，没有关系了。感谢 Marcel， 我们的 cameraman。去。